有认识的吗？我感觉啊，80后、90后都认识，因为小时候经常吃。看，哇塞，看到了没？仔细看，哎呀妈，这个就是咱们小时候地里边长的那个果儿，看，哎，叫啥了？我给忘了。但是现在这个叫啥呢？叫龙什么果儿姐？葵。龙葵果儿，名字真好听。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老铁们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味道吗？哇塞，甜甜的，酸酸的。好吧，多吃点，多吃点行。哎呀妈呀，满满的全是回忆，老铁。